NBA 分享，在詹姆斯 LeBron James 的大三元领军之下，骑士连三场比赛至少送出30次助攻，连续19场比赛至少投进10记三分球，连续23场比赛得分破百，在主场完成4连胜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场比赛也是泰隆鲁 Tyronn Lue 执教骑士的第100胜。泰隆鲁是在2016年1月接掌骑士兵符，该年就带领球队拿下队史首座总冠军。由于泰隆鲁滴酒不沾，加上天气冷，球员也放弃用洒水的方式为教练庆祝。不过当媒体进入休息室准备采访时，清洁人员正在用吸尘器清理满地洒落的爆米花。詹姆斯 LeBron James 说，他每天都在学习，每天都在进步，他对球员充满信任，他了解自己手下的球员，他相信我们在没有训练的时候也能做好备战工作，特别是像我们这样一支年龄偏高的球队，能有一位信任你的总教练真的很好。骑士是全联盟平均年龄最高的球队，为了帮助球员恢复体能，泰隆鲁很少安排球队训练，而是透过比赛当日的投篮练习来演练比赛计划。很多人会说，你手上拥有 LeBron， 所以赢球是应该的，但事实上这并不容易，你得去执教他，除了利用他优异的能力，你还得找到其他方法来持续下去提升其他球员，中途接手后能建立体系取得成功。泰隆鲁和他的团队鞠躬绝尾，韦德 Dwyane Wade 说，骑士摆脱季初的阴霾，在最近18场比赛中拿下17胜，战绩也迅速提升到东区第二，持续朝连续4年打进总冠军的目标迈进。对一个资历尚浅的总教练来说，泰隆鲁无疑是走在云端之上。我们都喜欢在泰隆鲁手下打球，享受为他打球的时光。乐夫 Kevin Love 说，谈到自己的100场胜利时，泰隆鲁表示，这意味着我很幸运，身边有许多优秀的球员和团队。当你身边有这些球员和团队人员时，好事就会发生。